Hello， 大家好，今次同大家玩新射雕群合传铁血丹心嘅最新更新，就系联同真三国无双八有个合作活动，所以你会见到啦，竟然左上角会有啊关羽同埋佢骑住赤兔马坐阵噶，呢个亦都系今次更新新增嘅时装同埋坐骑嚟噶。如果大家玩呢个活动就会有机会得到噶啦，有兴趣玩呢个游戏嘅朋友可以喺个影片嘅内容度有条 link 可以下载。而家我哋就入去睇睇射雕，再加埋三国无双嘅玩法啦。嗱，唔知攞到关羽时装之后咧，可唔可以好似三国无双咁样对战嗰阵割草咁割啊？其实一入 game 就会见到呢个关羽走出嚟噶啦，一骑破阵会武天下，就可以咁立即前往玩今次个更新嘅活动嘅。一入嚟就见到三国无双嘅城池，嗱，见到有五样嘢俾大家玩啦。首先揿一揿呢个下阙狂欢先啊！喺呢个活动期间连续登入都好多奖励噶啦，其实第一日咧已经有可以用喺三国无双兑换双城嘅折扣券，第二日有20份九阴残叶，第三日就可以得到呢个可以升武林星王嘅英雄帖啊，跟住就有三粒呢个觉醒石嘅，咁我收到第五日噶啦，呢个正啊，有三张呢个高级招武令，嗱，跟住第六日再正啲啦。两张神话招募令，所以大家千祈唔好错过啊！跟住第七日嘅话咧，就有一个头像框啦，话俾大家知你有玩嘅呢个活动。睇完有咩送啦，我哋再望一望会嘅抽奖呢一度啦。其实基本上每日大家都会做嘅嘢，譬如扫荡副本50次呢啲咧，都可以获得会约度，就可以喺度玩个抽奖噶啦。好，等我试一试先，35点会约度就可以抽一次，获得一个三国无双兑换币。我收埋呢个会约点，跟住咧再抽多次俾大家睇啦，希望抽到啲元宝啦，660个，都 OK， 三国无双小礼包，之后可以去右边嘅兑换商城，咁就可以见到头先嗰啲三国无双兑换币咧，可以换到啲咩礼物噶啦。跟住同大家玩下边呢个无双挑战。嗱，个玩法几得意嘅，我哋系控制住关羽喺个城墙上边杀敌。得三个心心，即系三点血量，俾敌人掂到三次咧，我哋就会输噶啦。咁限时咧1分钟，嗱，唔好睇少呢个小游戏啊，有机会挨唔到一分钟噶。有时咧会跌一啲加成嘅道具出嚟嘅，譬如加速啊、怒气加成啊等等。好啦，而家玩一次俾大家睇。嗱，下方就系左右掣同埋攻击掣嘅，开头就一定系好简单啦，不过越嚟就越多人越密噶啦。咁有时有啲敌人咧会快啲，有啲慢啲。你有个加速道具，不过应该行唔到过去啦。嗱，唔紧要啊，最紧要稳阵，唔好贪心，唔好拣我。喂，后面，哎呀，太近啦，扣咗一个血量。嗱，而家又可以用大技。嗱，呢招就可以向前方横扫，清晒所有敌人嘅。我可以补翻个心添。不过呢个大技咧有个缺点就系背脊系弱点嚟噶，所以小心背脊。仲有大技，嗱，拧住，啱晒，顺顺利利今次。应该差唔多赢噶啦。我用多次大技。嗱，我挨到1分钟咁就攞到25个元宝、10万钢粮同埋10万铜钱。呢个小游戏隔6个钟头可以玩一次，即系每日可以玩到4次啦。接着玩玩左上角千里单骑俾大家睇睇。嗱，而家我哋喺野外啊，西都草原，咁就可以控制关羽去探索嘅。每一格会有啲奖励或者系敌人喺度。今次咧就见到个客栈老板啊，喂，增加我哋嘅战力10000。仲送5个英雄帖，已经发现个敌人喺前面，10000战力就可以挑战我哋有40000战力咧，就冇问题嘅，获得10个紫金啊！喂，揾到个箱，首先增加20点精力，我攞到传奇史诗碎片2个，咁可以得到啲传奇角色碎片。喺隔篱，哇！有个 S 嘅火系焰喺背脊啦，世外高人送我哋5个高级招募令，
见到草原象人要嘥50点精力，就可以增加10000点战力嘅，仲可以获得到5个九阴残叶添。咁预览一下啲奖励啦，第一轮就系呢一堆咁样嘅。咁其实去到第二轮咧，就有只赤透嘅坐骑啊，攻击加200，护甲加400，血量加4000。希望大家好彩啲喺呢个探索版图度咧，揾到只赤兔马翻嚟，同埋攞多啲元宝。喺呢个城池岛啊，有一个暂时未开放住嘅幸运对对碰。嗱，睇翻官方资料，关羽嘅时装就喺呢度拎翻嚟噶啦。咁呢个关羽就可以帮我哋加400攻击，护甲加200，血量可以加到4000添。关羽嘅时装我哋暂时拎唔到啦，不过我哋可以玩呢一个活动里面嘅过关斩将啊，里面有我哋熟悉嘅三国城池，好似我哋玩副本咁样嘅啫。但系呢一度会有个要求，出战嗰阵，今次系需要一个合合职业嘅角色。嗱，每一关都唔同噶呢一个要求。好，入去打打，顺便睇睇关羽啦，仲要骑埋赤兔马过嚟啊！佢系。一开头就会使出青龙无双，对面未打都冇咗半行血啊，阴公！咁所以大家趁今次嘅合作活动咧，好好把握个机会拎到关羽嘅时装同埋赤兔马呢个坐骑翻嚟啦。咁其实讲开金庸嘅小说，上网睇翻资料，原来金庸都中意睇《三国演义》噶。飞越神掌，嗱，唔知各位观众有玩呢个游戏，有冇睇埋金庸小说之余咧，又睇《三国演义》咧吓？好啦，现场再见到关羽喺度。完成关卡之后，就可以揀一啲加成俾自己，留喺下一版再用嘅。嗱，留意翻个玩法啦，除咗小关卡之外咧，仲有 boss 战嘅，就系活动开启第一、第三、第五、第八同埋第12日开启。boss 战就系计玩家造成嘅伤害输出计个排名。其实玩开呢只 game 咧，一定会勾起大家睇小说啊，甚至睇电视剧啊、电影等等嘅回忆嘅。唔知大家心目中最中意边个角色呢？我自己嘅情意结咧，一定就系杨过。黯然销魂者，未必而已系。我睇电视嗰阵咧，嗰时好细个，睇下刘德华做杨过嗰阵咧，最惨咧，佢仲要断一只手。但大家留意翻啊，呢只 game 咧就终于完住啦。只 game 系断右手嘅，有时啲电视剧咧系会断左手噶吓，因为要走翻个演员咧，可能咧就系演戏啊，右手先可以挥剑。正式小说版系断右手嘅，记住。姑姑，你边啊？再加上佢对姑姑嘅情深一片咧，真系好欣赏啊！金庸可以刻画到一个咁令人难忘嘅主角出嚟啊！咁当然仲有好多好角色噶，唔知大家系中意边一个，可以留言话俾我知，大家一齐讨论一下。必其若有定，千般煎熬又如何？另外又玩到呢只 game 最中意，梗系有粤语配音啦。咁睇一睇阿杨过佢有咩时装啦？有呢套黯然销魂嘅时装，使出埋佢嘅黯然销魂掌啊！呢一招就系杨过苦等姑姑多年自创招式嚟嘅。嗱，大侠真系大侠啦，喺等人途中咧都可以创到啲绝世武功出嚟啊！咁我哋呢啲凡夫俗子喺等人、等车、等巴士嗰阵啊，都可以玩下呢只 game 修炼下嘅。有兴趣嘅朋友可以喺影片内容度可以下载《新射雕群侠传铁血丹心》，同埋玩呢一个《真三国无双八》嘅合作互动啦。今次玩到呢度，多谢大家收睇，记得 like 同埋 share 俾朋友睇支持我哋 ，thank you， 拜拜。